开始。哎呦！哎呦！可以哦。哎呀，他想挑战你那一分钟啊！这个是吃粉嘛？这个就像你要吃草，那吃就吃了，要甩一下草。哈哈哈哈哈！要破纪录的阿姨，对，不是我说我的，他吃他的呀。你那五千块准备好没有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提前去担心那个钱。这个有实力不？我最欣赏这种玩意，你看。阿姨，刚才你还说不喜欢他声音小，现在又喜欢了。人家有实力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叫你们小声一点。因为他的声音小了，我的声音盖过他，你们不要把他的声音盖过。阿姨，这是位宝妈来的哦。哇，你看他吃饭。哦，有一口接一口。争取三分钟搞定，美女加油。好的。三分钟内吃完，奖励500块现金啊。嗯。再送三箱螺蛳粉。上屏效果。慢点慢点，不要太激动。阿姨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我哪天我就开心。这个美女真的有实力。哎，美女，给个好东西你。人家不需要这种，太难看了。要不要美女？你要不要老脚来吃？拿个老脚来吃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太难看了。不用不用送。你不要打扰人家美女了，人家三分钟都吃不完了这样。哎呀，有两分钟了。来来来，助攻美女，我看你加油也三分钟也搞不定了。不一定哦，你不要小看别人哦。啊，是你青菜了，粉都没有了。等一下，再甩两下就没有了。不要，不要急了，反正你四分钟吃完都送你两箱，都送你两箱，五分钟吃完都送你一箱，一箱粉40块了，阿姨。没事，我觉得这个美女不得钱得粉也是一样的呀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不要说不得。多少分钟啊？2分半。哎呀，你吃你的，我说你得粉还是得钱，你就听我的，没错。五分钟内都能破纪录。嗯。好了。